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RN 与 RM 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曾江的演艺人生。今日亦都系同大家讲一讲曾江的演出，演出过啲咩电影啊咁样。好，就讲到1992年啦。1992年《警察故事》第三辑《超级警察》，咁合演嘅咧就有成龙、杨紫琼，跟住就系《庙街十二小》，就是、客串嘅，跟住就阿尔一族，同剧嘅就有陈友、郑裕玲，跟住就系《夜夜半肥娇》。就有陳友、吳君如，跟住1983年《狼心如鐵》，咁合演嘅就有吳嘉麗、李麗珍，跟住《千王情人》，咁就合演就有劉嘉玲、梁家輝，《決戰天門》，咁合演嘅就係胡慧中，《赤腳小子》。合演就是郭富城。1994年《锦绣前程》，同剧的有张国荣、关之琳。1997年《拥抱朝阳》，同剧的有袁咏仪、林子祥。1998年《美少年之旅》。《美少年之戀》同組的有吳彥祖，《血型未冷》同組的就有周潤發，《碧血藍天》同演的就有趙文卓、舒淇。1999年《安娜與國王》，咁呢套是美國電影嚟噶。跟住就去到2000年啦，咁2000年就有《刀手》，就同陳小春合作。2001年《火拼時速二》，咁呢套係美國電影嚟噶，《常在我心》，咁呢個就係有陳奕迅、蔡卓妍，《狂野丈夫》。冯宝宝合演。2002年《天麦传奇》，杨紫琼合演。007《谁与争锋》，咁呢套亦都系外国片。跟住2004年《蝴蝶》，有何超仪合演。《八壮士》，有郑伊健合演。桃色有张小慧合演。2005年《艺妓回忆录》，咁呢套系美国电影。2006年《东京审判》，咁有刘松仁合演。2007年《战鼓》，有房祖名合演，跟住系《追捕》。2008年。《功夫灌篮》，咁就有周杰伦、曾志伟。2009年《刺岭》，有周杰伦。《贼王子》《泪王子》，有张孝全。跟住2010年《财神到》，就有谭咏麟一齐嘅《被出卖的台湾》。咁就美國電影，跟住係《東風雨》。2011年《竊聽風雲》第二集，同演嘅有古天樂、劉青雲，《形影不離》，咁就客串《星空》，咁就有徐嬌、劉若英一齊。2012年。《飲食男女》，好遠又好近，
跟住就相戰，咁就有吳耀漢合演。2014年《竊聽風雲》第三輯，咁就古天樂、劉天雲、劉青雲合演。我們畢業的夏天，咁就有吳建飛合演。黎明之眼，跟住2015年媽咪合，咁就有馮寶寶合演，跟住就係激戰黎明，咁佢就做村長嘅。跟住2016年鬥地主傳奇之雙王之王，咁呢套係網絡電影嚟㗎。跟住寒戰第二輯，咁就有郭富城、梁家輝合演。江湖俠客令之群俠歸來，咁呢套係網絡電影。跟住係愛上是誰師，跟住就2017年啦。首先就追龍，咁就有劉德華、黃千羽。然之後係寶貝特工，咁佢飾演老駱駝。你是我兄弟之排王，咁呢套亦都係網絡電影。跟住就2018年啦，《唐人街探案二》，咁佢飾演七叔。跟住《我是你媽》，咁佢飾演秦振華。恐怖快递，咁佢就饰演教授。2019年朝花夕拾，芳华绝代，咁曾光就饰演夜总会嘅老板。大明鬼事录，咁呢套系网络电影。跟住2020年。幸福的滋味，呢套是电视电影。三重身份，咁呢套就是网络电影。跟住2021年，超级的我，咁就做算命先生。日常幻想指南，咁曾光就饰演老爷车。跟住是一级指控，咁合演嘅就有廖启智、方中信。跟住2022年啦，《边缘行者》，咁呢套系曾光嘅电影遗作之一啦。跟住系《青面修罗》，呢套系网络电影嘅，咁亦都系曾光嘅遗作之二啦。跟住系2023年。畫魔人，呢套亦都係曾光電影嘅遺作之一。跟住係2024年嘅《原生罪》，係曾光電影嘅遺作之三。咁最後啦，仍然未上映嘅，就係《香港愛情故事》，好萊奧電影。咁呢套直係曾光嘅電影遺作之四，咁記住呢一套咧就係仲未上畫嘅。好，講到呢度又暫時唞唞先。喜歡呢條片嘅朋友，請大家留言、點讚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哋嘅阿 N 與阿 Lam 頻道。下一次繼續同大家分享曾光嘅演出。好，拜拜。